有啦，他都有戴个面具啊。他是有身上有打勾。有打勾就是什么？打勾就是假面超人。就是今天有睡午觉啊。他这里头上有像这个一样的打勾。打勾是谁？就是假面骑士一样。不是假面骑士凯武啊。我变变变，看我的变变攻击，雷射枪，咻咻咻，哦，居然还会用脚屁股跳起来，难道那个屁股有装弹簧吗？哼，哼，变，看我的无敌飞踢，呵，呵，把你踢飞了，变。把你踢到外太空，呵！没有。把你像那个细菌人一样，呵！把你打飞啦！没有。你看你的脚被我打受伤了，哈哈哈！我还有力量。你还有力量？你还可以做超人飞行吗？还可以从上面飞下来吗？你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对不对？呵。有。呵。呵。哈哈哈！你没有力气啊！哇！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哇！呵，我抓到你了！你先去隔壁跟妈妈帮你擦鼻涕。哦。